吃。哦。啊，所以两年之后就退休了。你们可以来。没有，因为我有在做行政。哦。因为老人哈，没有人要让我加的，导师也当不了，他就对行政没有寒暑假，我这是特别请休假来的。哇。我那个另外一半，其实他叫罗建，不是竹建。啊，哎，是不是？